可以吗？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名古沙龙。名古沙龙啊，今天是6月27号，星期六。什么行业啊都受影响，就是法郎没有受影响，对不对？照开，生意照做，而且还可以提价。哪里是这样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法郎也受影响，是吗？法郎受影响很大的，好像你们又多了一两个员工啊。没有，还是那些。还拿掉这个是吗？不然他不要拿，不要拿，耳朵剪不到。我会给你拿这个。这个是做戏就新的。长了，真的啊，只有法郎的生意最好啊，什么都可以叫人家代劳，只有剪头发只好亲自处嘛。今天要干嘛啊？今天要干嘛？我是下来要吃饭跟剪头发，因为已经长了。家里出门？家里唱歌咯。我没有出门的，我什么都叫我的房客他们替我买。那剪头发没有办法替，没有的代替。在家里大扫除，大扫除了就想想，哎呀，反正都是什么了，赶快去洗一个头来剪头发，一定冲凉。不能大扫除。哎，半年了没有打扫嘞，过年到现在嘞。啊，没有每天打扫吗？没有啊，我是说那种细尘啊，那些高高的厨顶啊，啊，那些什么全部。谁帮你打扫？啊？谁帮你打扫？我自己啊。哇，吸尘机吸出来那个灰尘是多到吓死人。你自己打扫。哦。耶、yeah, ，啊，无加就袂使啊，头毛长啊，怪怪了啊。啊，02198，过了年之后开了两三次，投了三甲，跳字了，好像是吗？哦，跳字哦，今天又开了，啊，从来没有的，五六十年啊，马票从来没有断的。断了，重新开了40啊，厉害，40，重新开始。你有买吗？40？没有啦，你想了，你也不会买，你想这种字哪里会开？从零开始。想了也不会，想了也不会买的啦。从头开始。嗯，从头开始，从零开始，40，真的是。从来没有听过是吧？从来没有听过。所以说，每个人都不会想到。
耶、yeah, ，好了。100块钱，四个人中多少钱？也不值钱啊，他开最后的安慰奖。要不要拿下来一点？嗯，那袋子不能拿下来。对、yeah. 嗯，整个精神去了，你看，啊，年轻了一点，哇，精神了，变28岁了，嗯，对了，还28岁，要笑死人了，你不是28吗？几岁？不是28岁吗？太夸张了，太。我看一下28岁，你几岁？太夸张了！哎呀，那你不是才25岁？我18岁。年龄不是问题，最要紧的是心境要好。对，我的心态是18岁的心。楼下碰到那些老人。走过，因为很久没有下来嘛，都看到他们在那边。哎呀，你下来了啊，我们啊等你啊，每次要拿巴掌给你吃啊。这什么？那个粽子。然后他刚才他说啊，好彩他身边还有带几个下来，准备等一下要吃还是要什么的啦，就赶快又拿给我。这么聪明啊！开心啊！这边好像高了一点。没有，是干的。嗯。哦，很好，可以啊。哦，掉光了！到我65岁的时候，我看都掉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65啊，很快65啊！哎呀，都很怕、啊。今年几岁？啊，我已经60了。60了？啊，哎呀，有时候啊，这边痛那边痛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快80了，真啊，真太快了。哈哈哈哈哈！60号。OK 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很帅啊，谢谢。这帅哥了。谢谢，可以了，很快啊。OK，Thank you，Yeah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Yeah，本来要去吃饭啊，老婆婆他们在楼下那些给我爸掌啊，还烧的，他说你拿回家吃啊，拿回家吃了，哈哈哈哈，粽子，爸掌就是粽子，蚂蚱，嗯，02198 Monday Play 有没有起价？没有起价，没有起价啊！要下来报我的名字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